欢迎回来，学生天团播音乐。我们认真觉得从上一趴就有三个人到现在真的很尴尬。我们现在少了一个人，有发现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已经快习惯三个人了。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越来越大牌，这样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要扣钱，要扣钱。对啊，你看上一趴啊没有来主持就算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是三个人，有没有气无力？我们再试一次开场好不好？好，欢迎回到学生天团风音乐。我真的觉得。他在对面在骂我们，有可能在骂我们。对，啊，没关系。最近好日子，他是跑去结婚，啊。我觉得他最近可能是结婚啊。对。对啊，因为我每次都看到他的照片，就是 po 一些穿一些礼服啊，在那边。哦，对，那边很那个。观众知道我们在讲谁了吧？就是薇安。是。就是薇安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好不好？讨厌他的在下面写零。哎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，是不是？开玩笑。没有，为什么会没有薇安呢？我想问你们一句话。你们有。羡慕薇安都穿小礼服在舞台上演出吗？有，会耶，会。我觉得穿漂亮在台上，不管好不好，就是个漂亮，就是个漂亮，就是一个自信。那我穿小礼服嘞？啊，漂亮！下台，睡。哈，这算了吧，我还比较想看薇安穿。可是我蛮想穿小礼服的。为什么？我不想看。好，OK 啦。为什么要讲到小礼服啦？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。紫城乐团，看到我们刚刚就是没有，我在这里，你刚刚讲了什么？我都听到，还好吧，他在旁边一直不要自肥哦。我没有自肥啊，有一点啦。他已经从那边跑去坐那边了。所以各位观众们，终于知道为什么上一趴没有薇安了吧？你不要害那个民众在下面先留言，后来一看到在对面。你知道吗？我当初跟薇安说要组一个搞笑团体，他马上答应，就来这边主持这样。走搞笑路线，是那个贝古小孩。贝古小孩。什么？贝古小孩。好，OK 啦。紫城乐团，对，紫城乐团，然后他是薇安是主唱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？好啊，那就从我开始好了。你放后面，后面，快从你开始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从我们的男主唱开始。哦，好，自我介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紫城乐团的男主唱，我叫志昂。志昂，谁受得了？那我是紫城的鼓手，我叫康圭。康圭，康圭用台语怎么念？其实我不会讲台语，你不会讲台语，对啊，看过你这样不行哎，孔古力是真的吗？是孔古力吗？啊，是孔古力吗？可是没有力吧，他只有康圭啊，只有康圭，孔古力可能是语助词啊，康圭。好了 ，OK， 康圭，听说康圭有个小故事，不知道真的是假的。没事，我们传说小故事嘛，他很多故事啊，康圭哈，有一个赤子之心啊，对，对他随身都会携带一个很妙的一个钱包，守护神，他守护神在哪里？我一来的时候发现这是什么？康圭会带着他，这是乌龟吗？其实他是青蛙，就是只是做的比较像亲生弟弟，亲生弟弟，有没有觉得长得超像的？好像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哇，你出去会被青蛙搭讪呢，很可爱，谁受得了？就哇！啊，你可以讲一下这个青蛙的，你说它的由来吗？对啊。没有，其实就是它是一个绘本啊，然后有一个绘本叫做《保姆与凯罗》。保姆与凯罗，保姆是一只狗，然后它是凯罗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是那是我阿姨买给我侄子的，然后就有一天侄子来我家玩，然后就带了凯罗来，我发现还蛮可爱的，我就把它偷藏起来。你会不会跟他结婚啊？跟凯罗结婚？我跟你讲。如果他跟凯罗接的话，大家免费去帮他做表演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凯罗是个男的，他是女性。他是女的吗？他是女性，我看看。凯罗有时候是，没有，其实有时候男生，有时候女生。喂，绿色，这是绿色节目，绿色节目，凯罗要绿色。很少看到打来宾的哈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们介绍下一位啦，我们美丽的。Hello， 我是 keyboard 手关关。关关，漂亮。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那你过吗？一直过。所以后来这件事你有过吗？
当然要过啊。什么事？啊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哈哈哈哈哈！要要啊要！傻眼，就是都过完之后，所以他忘记了。哦，也是啊，对对，难过的事你就不要再想起了，开心的事你就放在心里。对对对对，不行，要讲出来。没有啦，你不要讲话。我觉得我越来越大牌了。我觉得这个不能留在他的手上。不行不行，这是我的稿。我的稿。我下次请老板帮我做一个新的。硬一点，硬一点的，谁受得了？哎，关关是 keyboard 手，所以手是一个很巧的一个女生，手很巧，对啊，很巧是指就是很灵活啊，灵活，对，贤妻良母，贤妻良母，秀珍啊，就我好奇，好奇问一下，因为一般的键盘手手很巧以外，有没有在键就是手很巧也有别的专长？你不要顿呆啦！你不要顿呆，我们会乱想。我想起来了，例如说，例如说打传说嘛，对不对？叶佩，你怎么知道麦卡贝都是在做游戏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游戏，游戏公司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很猛哎！我这样，对，瞄掉，因为麦卡贝从以前就是做游戏频道起家，有听说，有听说，对对对。啊，我们都看那些游戏穿流线女郎穿那个那嘛。转租，这是什么？就Hello， 帅哥，帅哥，在南部算帅，真的。太好了，这样子，他们回得太快了，真的。不是啊，我都会说我在中那个民族路算帅，对，民族路，我们办公室外面就民族路嘛，对，在民族路算帅，一个武器，对啊。就准备了，对，我们要把范围缩小，我们要把范围缩小，因为我们说全台湾最帅，我觉得一定会被打。嗯，对，有时候南部算帅了，我觉得大家说得过去，因为北部人不懂啊。没错，北部那个学生天堂风云。不是我说，北部不知，北部比较不知道南部在流行的帅是什么，就好像我们不知道北部在流行的帅是什么，就像他们到南部弄假牙一样那一种帅。假牙一样帅。那首歌啊，没事啦，你觉得很好笑？有一首歌啦，南部弄假牙啦，南部弄假牙，来一二三笑一声，一二三，哈哈，美拜。哎，我刚刚是被那个小培电到了，真假的？你怎么到处被电了？你真的很帅，你看那个双眼皮，他的双眼皮有没有？你上一集最帅的，你上一集被那个餐厅的老板电到，你现在又被他电到，你真的很花。不是刚好正，每次刚好跟我正对面那个都特别帅，谁受得了？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然后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略过，好啦，我们紫城乐团主唱就是我们的薇安娜，对，女主唱。耶耶耶耶耶！难怪那么会唱歌，哼，谁受得了？邓紫棋呢？紫棋呢？紫棋了，谁受得了？好了 ，OK 啦，紫城乐团，你们介绍我，自我介绍结束了吗？听说，今年，对，跨年晚会表演的不错，对不对？还没到呢，还没，还没到，好清楚，我跨年了。跨了吗？还没跨。是先圣诞节吗？等一下，那个不好意思，那个，因为我们这一集播出是不是在跨年后？1月。对，1月。哦。我们各位都介绍完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啊，你们今年笑什么？又是你们啊！给我要坐着，笑，给我要坐着，好不好？今年跨年爽不爽？爽，超爽！这个口气真的是太强大了，太强大了！我记得我刚刚我还是不得不炫耀一下，真的不炫耀一下，你们这一次跨年台南好像没有正妹阵容。
嗯嗯嗯，哦，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你看着光芒，都是没有没有，我是说我是说，哦，你说其他吗？其他的艺人，哦，好像都是男生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男生比较。小弟我第一次跨人就跟谢金燕，哇，是不是？哎，姐姐姐姐姐姐，对啊，受不了。哎，说实在，跨年底下这么多人，不会紧张？稍微会有一点。稍微会兴奋，会兴奋，当然会兴奋。就是对一个表演者来说，观众越多其实是越爽。对对，是，对，是一种享受。你看我们现在下面留言的人大概200多个人吧，好多，几百，下面是现场观众七爆刷起来，七波，一波七走起来，七波。所以你们希望明年还有机会接到更大场的跨年晚会吗？当然，当然，纽约。哇！没有，我说那个就是外面那个婚纱店，路口那些婚纱店，换国家卷起来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听说了我说认真的一句话啊，只要你们接过大型演出之后，你们一定会往上走。所以今年是台南，明年真的有机会。不可能不止台南，都是嘉义吗？小巨蛋，嘉义，我刚刚就聊到，我说到嘉义啦，慢慢往上走，嘉义跨年人超多的，你们可能会就是台南一样开场，然后结果台中是中场，然后台北是重点场，哇，是不是？谢谢的概念，谢谢，对啊，我都想好了，我帮你们规划好了，大家一人交500块哈。好好赚，开玩笑的啦。好啦，那今天带来精彩歌曲，我们先送给现场的观众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唱首歌，让大家见见看台南今年跨年。对，好，子珍乐团，耶。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呜，花店玫瑰，你自己做谁？告白气球，风吹到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在一起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在那畔左岸的咖啡，我手一杯，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呜，花店玫瑰，你自己做谁？告白气球，风吹到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飘香水的回忆，一整片的梦境全都有你搅拌在一起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
愿意。耶、yeah! ，薇薇安，好听，好听吗？你为什么在这边的时候唱的比较难听，在那边的时候唱的比较好听？因为我带着我的团队来，不能闹鬼啦。哦，我可以合理合理。所以他没有把我们当团队哦。Oh, 主持的很好，他们会打他一下。不能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没有他不行。怎样？不行啊！这打了会有感情发生哦。感情打是对啊，越打感情越好。在一起，那我们不要离开啊！不要不要，真的感情很好哎。那我问一下哦，你们就是成军到现在已经多久了？我们要请元老看看。为什么会碰？元老是最老的。为什么会碰在一起？你是指年纪吗？哎，年纪吧，他最小哎。反正看不出来。你是最小，41啊，今年41。41，没有没有。你看，我真的相信你。对呀，我是十一，可啊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可以啊，可以 ，OK 啊 ，OK， 行啊。真的，所以刚刚是问什么？是十一，你骗我了，金宇吗？陈哦，那个我们子成，对他成军了九个多月了，九个多月就是跨年，对啊，很厉害，团长很厉害啊，太扯了啦，真的厉害，团长，团长可以签我吗？团长在切蛋糕了，切蛋糕是谁？你再庆祝一下。所以我们这个子成这个团队是有一个团长去带领你们，对，然后才有机会可以接到很多不一样的演出。对，可是九个月真的对一个新团体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得了、很短的时间，很厉害啊！对，我刚刚一度想说九年，我刚以为是九，对啊，九个月，九年他可能还没出生日啊。啊，九年的话大概41了，对，41啊，所以九年的话大概32岁就进去，32岁，是啊，32到41，好可怜，我的人生都奉献在，好可怜，到了41岁才跟青蛙结婚，还跟青蛙结婚。这样真的不太 OK 呢，不要那么尴尬，笑一下，一二三，笑一下，一二三。团长很厉害，马上。那你们碰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过就是什么奇怪或是好笑的事情？有趣的事情，大家常常在一起，一人分享一件好笑的事情，去团圆的事情也可以。这段事情蛮多的呀。真的假的？状况王吗？真的吗？我很常被他问到说，那个凯罗问你说，你觉得凯罗怎么样？就是他一直讲凯罗，他是娃娃。他不是只有跟你这样啊，他对我们大家其他人。对，所以他的特色就是这样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他都会拿凯罗来问，真的，就一个对，蛮好笑的。想要你凯罗，想要你的 line。对，很可以哦。凯罗想要什么？其实凯罗还蛮好用的啊，不要再猫咪了啦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从今天开始要打传说，因为他明天要来我家打传说啊，真的，这速度比较快。不要再看了 ，check it，OK 啦 ，OK 啊，所以你觉得就是他拿凯罗这件事情在哄大家，算很好，很有趣的，很有趣，对，跟他相处就是很轻松。你就是觉得我们都没哄你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都拿那个纸打我，你想要哄我？你看人家说要哄，对啊，要哄，好啦。那吉他手嘞，有什么好有趣的事情？有趣的事哦，我觉得我们的 keyboard 手很。比较无厘头一点，对，超无厘头。无厘头，你有时候会不懂他的哪方面，例如哪些事情？他坐场的时候会去抓宝可梦。他有时候在上面弹琴，他下面手机在那边玩游戏。不可以爆料，我真的很认真在弹琴，很认真弹。哎，可是现在他在抓还是有声音的，那 keyboard 还是有声音的。对啊，手机啊，这点我不解，为什么手机然后还可以弹琴？对啊，这种声音。你好厉害哦！哎，上礼拜我去酒桶喝饮料，然后吃面。什么饮料？就是酒桶啊，海岸路的酒桶，那是音乐餐厅啊。茶桶吧，茶桶。酒桶。酒桶。喝酒吧，一定。没有，我在喝饮料，因为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去吃东西，然后结果我们在听那个 keyboard 手在弹。然后有一个主唱在唱歌嘛，唱到一半，我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啊 ，keyboard 手的那个接那个宝可梦的声音忘记切掉，
真的哪有这样？你没有接而已啊。对啊，我那么专业，一定是分开来玩的、啊。专业，但是那个就是关关。最近看到的就是关关，没有，我不知道酒桶在哪。是 Kimo 超爱玩的。茶桶。对啊。OK， 所以宝可梦这表演抓宝可梦是蛮好笑的，蛮厉害的，蛮幽默，蛮厉害的，蛮厉害，也不会弹错哦，也不会弹错，这真的就是厉害，哎呦，真功夫，这样可以，真功夫。我真想到那个啦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团长哈帮你们接 case 的时候，要先找那个董事长或老板有在玩宝可梦。哎，董事长跟老板，对对对，你就谈到一半，看到老板有在抓宝可梦，你就谈到一半就被哎，这给点给点给点，给点给点，叫我叫露琪亚，露琪亚啦，露琪亚。对，所以你就坐场就轻松了。露琪亚不是在路边可以抓的。哦，了解。要特定时间的那个特定地点是。这很难的、欸，这我真的无法、欸。我觉得好厉害哦。对啊 ，OK 啦。那专业，那我那你有什么想要爆料的事情？有趣的事情？都马他而已。啊，好好说。就他，我说。好好说。所以你跟凯罗啦，对对，都凯罗，凯罗超色的，他超变态，看到他眼睛是黄色的，就。哎、欸，就他以前眼睛是白色的、啊，哎，你在看太多，看到变黄了，看太多，骗子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把话题拉回来，不要再问这一点，因为凯罗喜欢撩妹啦，小朋友很多，喜欢找女生啦，找女生讲话，所以你也觉得就是凯罗好笑，都没有其他事情可以爆，凯罗只称他，除了凯罗，除了凯罗只就他这样，对。啊，我吗？对，走在路上就会突然不见了，就会不见他吗？有啊，有这种事吗？就是蜡笔小新可能会做的事情，他都会做到。我是画大象吗？例如，那我要爆料一个看过的事情啊，因为我们办公室嘛，我们有办公室的那个客厅的沙发啊，就是坐在那边你会看到那个门口的门是透明的。有一次康辉跟我说他想要来练爵士鼓，我说 OK， 你可以来啊。就他来了，他不是先按门铃哦，他是站在门口，然后把手机拿出来在玻璃窗外面偷拍我。他喜欢做这样的事情、啊。拍完然后才传给我说我到了哦。不按的概念，没有。其实那时候我后来才找到门铃的、啊，那时候找不到啊。我明明就没有锁门，我喷口水了，我根本就没有锁门。凯罗也，凯罗叫我这样做的、啊。凯罗好好用啊。对，好用，好好用。那我等一下你的有趣的事，我最后再讲。我先问男主唱，我。我觉得有趣的吗？对，你觉得有趣的事，可是也是关关哎、欸。凯罗吗？因为有一次我们有在驻唱嘛，对。那有一次就客人会点歌啊，对，哼，然后因为那英有一首歌叫《默》，然后那客人的字写的比较宽一点，所以他就一直看，他就看着黑犬，他就说这是什么歌这样子。黑犬，客人点的黑犬。对，然后他就说客人点的黑犬。黑犬，其实他好像他是想点那个黑狗熊才对吧？就抹那一抹熊，对，然后害我整场都不知道。真的有。哎，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个笑话、欸。有一天有一个那个监狱警察，然后走过去看到一个女犯人，写说：“你手臂上刺青的那个小梁是谁啊？男朋友是不是？”然后那个里面的女受刑人就说：“什么小梁，恨呐、啊，恨呐、啊，写太宽了，是太宽了。”小梁，小梁，跟你的逻辑一样，逻辑一样啊，黑犬，黑犬，告白气球吗？他还讲冷笑话，你要讲吗？真的要唱吗？告白气球，失望，所以你也觉得他的笑点比较好笑，就他比较无厘头，无厘头的笑就对了。然后有时候我们在表演的时候，就比如说要跟台下互动聊天，然后他都会讲一些让你没有办法接话，或者是你不懂他逻辑的话。可能我懂啊，像我认为无厘头的、啊，不然你讲一句话我来接。Hi，Hello 很棒，继续。那你们两个组团哈，可以。无理团，你再继续，我可以，我行的。可是我没有什么想要跟你说，但是不想跟你说，你不想说的，我教你说。
好啊，不要开始聊我们的来宾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嘛，难得有这种机会，已经把微微安抛弃在旁边。当然，你坐过去一点。你有看到那个摄影机只切到这边吗？很快，开玩笑啦。好啦好啦，你的有趣的事情就是关关，最后就是你啦。因为我就发现整团都是我吗？对啊，围绕在你身边。其实我都是事情的主角，所以我都没记得什么事。那你自爆啊？我自爆啊！自爆啊！自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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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所以我有什么事吗？那你觉得最对不起团员的什么事情？有没有做过什么见不得人迟到啊？我知道，哎、欸，我最近有准时哦，我现在准时了。这个问题我知道了。欸、你可以爆一件，就是例如说我对不起他，但是他不知道的事情。哦、是啊，那我想一下，我还是很多是不是？对不起，他但是没跟他讲。凯罗会告诉你。凯罗，好，帮我问一下他，用凯罗代替。打个电话，电话虫吗？讲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真的很，他真的梗很多哎、欸。好了，想好了啊、哦。这还没，你们先聊吧。你要对谁讲？没有，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这样子、啊。对，就是等你而已。可是好像没有来、欸，好像不在，不在这里、欸。他不在这里，所以讲就是不在这里才要讲啊。对啊。可是这样观众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没有，你要讲在场的啦、就是。啊，在场的、哦。不在的，因为观众可能不知道。哦。要批上去。对。那我要再想一下。麻烦。想不到，还是有没有去外面？就是你去外面坐场，然后某个团员没吃东西，你就硬包那个现场的东西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买给你吃的100块，我去外面买给你的这一种。”好像有类似的吧，可是我现在忘记了。我乱讲，但还真的有。你是不是事情太多都记不了一件？太多了。卡罗打他。卡罗。尴尬笑，他的笑声真的蛮妙的，耶、yeah! ！有，那他想不到，那他到底对另外一个团员怎么办？好，不然你讲啊，就讲那个团员好了。好了，就是其实我们这边还有个团员叫贝斯手啦，对，贝斯手就长得很像吉他，他叫贝斯手，不是，长得可啦，长得像吉他的乐器，对对对 ，OK， 对，他声音大概是这样，意思，嘟嘟嘟嘟 ，OK， 好。对，然后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休息嘛，然后他好像找不到琴架，哎，然后他就把他的被子放在地上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走路经过，然后听说那把琴好像10万块啊，对，然后我就不小心踩到，啊，没有，他有发现了，他有发现，前提是，他有他知道，前提是他已经跟他说，哎，康辉，你等一下走过去不要踩到哦，康辉就这个反应，哎，然后好像是在那边呢，就在这边啊，在这边啊，我刚很认真看着关关的一个眼神。哦，你不要看人家这种表情了，不要看人家笑翻了。他有这样做吗？啊，你有啊？怎么怎样？你走过吗？你走过去那是这样？不是吧？你看到谁啊？你究竟没有看错东西吗？没有，就人家左耳进右耳出，他是根本没进去，根本没有。其实那时候我有听到，是好像维安好像有。怎样？我也怪到我身上、啊。叫了我一下，然后就吓到，那叫最好是每次都看花束逼呢。对，翻译一下什么？就是一个牵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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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不行啊。不用整个翻译，不用整个翻译啊！是用姓王吗？其实说认真的啦，其实真的看出来我们子城的团员们感情真的非常好。对，你看他们在笑的过程中，就知道大家就是抱着假笑的心态，然后假笑。对啊，就那个讲一下啊呀，应付一下，啊应付一下。然后我们的旁边人都鸦雀无声。对对对，还好啦，还好，他们感情是真的蛮好的。等我们拉回场，一二三笑一下，一二三。哈，OK 了，说认真的。好，你说。说认真就是感情真的，我觉得很难得可贵，就是可以找到一群就是感情很好的团员。嗯，因为乐团本来就会有很多摩擦，嗯，因为而且还有很多那个适应期啦，吵架或干嘛。因为乐团就跟家人一样啊，你常常见面，然后有可能会吵架或干嘛。可是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还是选择原谅对方，再给对方一次机会。对啊，所以你们要不要一人对自己的团员们讲一句感触的话？感动？干嘛吸口水？会不会有人偷告白啊？偷告白？会不会全部的男生都跟那个关关告白？
哦，哎、欸、哦，哎、欸，你是黑马呢？对我的期望有多低啊？哎，你看吵架吵架，没事，我们这样是好事啊，对啊，这样是好事、啊，对、啊、对、啊、对、啊，这样真的是好事，真的是好事，是好事，从我，嗯，从我要开始，从我吗？简单的感动的一句话，简单的感动的一句话、哦，对啊，很简单，这样就好了。就大家都很包容我转调跟忘词这个，你确定吗？真是主唱都接不起来，这时候最好挑拨离间，至少没有在我面前直接讲，然后让我自己回去要修改。也是啊，因为其实像我们也在组乐团啊，我们就是要跟团员们老实讲现在问题在哪，因为我们大家一起进步啊，这样才会好。对对对，所以有讲是好事，不讲反而是坏事。对对对对，不讲了。啊，那个吉他手，就我觉得很有荣幸，可以跟这么多有才华的人，可以就是在一起组团，然后，就是难免大家都会迟到啊，还是忘词，可是我觉得都 OK。OK， 那到底想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就是可以谅解大家的一些小问题啊，是是是，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啊，我可以提出来讲。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以前组乐团，我们乐团里面有两个外国人，哇，好多啊！没有没有，是韩国人。哦，对对对。然后我们那时候，因为可是那时候我们发现哦、喔，我小故事我就不讲了啦。我那时候发现哦、喔，我们练团，就是说我们约六点练、可是我们可能五点半或是五点五十分才出发，对不对？台湾的练团习惯都是这样，六点发现大家都这样，六点有些六点才出发，是你的，有些都会这样，然后就这样。可是我发现啊，我那时候跟韩国人组团的时候、啊，他们会提前两个小时就出发，哇，时差还没调回来吧？没有，他们不是，他们在台湾住了一年多了，已经住了一年多，所以变成是说，发现台湾普遍的乐手，大部分真的都会迟到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包含你表演也都会。可是像我跟别的国家的人组团的时候，才发现说，其实别的国家他们对于这个时间观念其实蛮准时的。但是有一个很大落差是，他们表演结束一定要喝到醉才结束，不管今天做什么场。哦，啊，这个我就比较不能接受，因为我不太能喝。吃醋？我没有吃醋啦。哦，嫉妒？没有，没有嫉妒，我只是觉得很难受，因为每天都在喝酒。哦，我只有很难受，我都不能。对啊，不健康。啊，所以你想跟那个团是不是？哇，班的是开心的啊嘞！来个冷杯啦！优质节目不可以喝啦。不是啦，我比喻啦，关关啦。哦，对啊，安娜，你有关关有什么想要讲？就是在认识康龟以前啊。觉得生活都一切美好啊！我要感性，我要感性。那我要性感。我都觉得很抱歉，因为我们其实都很早就认识了，就我跟志扬是比较早认识。是是是。我都因为我常常就是迟到的那一个。哦。对。他自从康龟出现了之后，有垫底，这个就不是我了。谢谢康龟。有问题欢迎康龟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谢谢你，有你在真好。你没有想过团长在外面的心情，团长不是有你扛着真好啊！对啊，男人嘛，要有肩膀，要有肩膀，很有梗的，真的超有梗，对，不错。阿李嘞，然后我嘛，最感动，自己觉得最感动哦。我觉得维安的歌声啊，每一个词都打中我心弦。哎哇！你问你唱的告白，没有没有，还有别的，所以我刚刚说不能打就是这样。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还蛮肯定的。就是就还蛮要求那个品质的，就是品质啊，对质感做出来，愿意花时间再去多练，投入这些那种音乐人的那种气息，音乐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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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吧皮卡丘，哎，又皮卡丘，去吧凯罗，去吧凯罗，也不错啊，就这 OK， 那就去啊。我们男主唱呢？我其实也是跟维安同样想法，因为其实我。唱歌蠻長的对，蛮常破音的。还有时候找 key， 因为有时候表演的时候可能要唱女生的歌，然后 key 要重调。嗯嗯嗯。我也是常常会抓不到 key。例如我被爱之类的。之类的。对，学
等一下可以听吗？啊，等一下可以听这个版本。不然你示范一下怎么破音啊？你等一下听这个版本，等一下唱这个版本吧。对，好。啊，要破音哦。要破音版的。破音可以不要吗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黑犬。黑犬，掌声欢迎子成带来的黑犬。就花心一条固执的鱼，你这样流动自由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。结局还是失去你，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，挣不脱，不放手，笔下画不完的圆，心间填不满的缘。是你，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，不还手，不放手，命中解不开的结，心间填不满的缘，是你。
黑犬啊！黑色的衣服。黑犬、啊，黑犬是你？不是啊，你认真一点哦，你明天要来打传说、哦，早上八点哦，然后八点、哦，我们明天上八个小时哦。Oh my god！我不打接对，真的好听。接对，等一下我想办法把主题拉回来听听。真的好听，时间快不够啦。真的好听，真的好听。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的高音给人的感觉是很刚扎实的，扎实，然后往上打上去那种感觉，很有力量。谢谢。你的高音怎么练的？假屁股，不是假屁股，没有了。军中，但是我。就是都会听一些那种比较唱高音的歌曲，去跟学他们唱。哦，是，比如说林俊杰、王力宏他们。哦， okay, okay. 模仿他们的。我别爱放松。哪是像你这样啊？没那么难。有吗？我很怕我又被打。不错啦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他的高音真的是那种直直的。插你，插你，插你，插你那种感觉，哎、欸，这么刺吗？好刺哦、喔！不是，就是一针见血，很准的、啊。对啊，直接到那个点，就跟吉他直接咚，嗯，没有了，来就咚，来就咚，格子就在那边了，也是、嗯、没有，就是那个感觉是就是很直接，给人家的感觉是就是一口气冲过去的感觉。嗯，对啊，我觉得这很屌哎、欸，就受不了。谢谢啊，受不了，真的，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跟康贵在一起。不要乱 Q， 乱 Q。OK 啦，谢谢两首歌谢谢，我真的觉得这样真的不行。你们难怪陈军，虽然说只有陈军九个月的时间，但是有那么好的默契，然后又有那么强大的阵容。嗯，对啊，今年跨年，哇，真的是受不了。厉害。对啊，你知道我在台下，你有看到我吗？没有太多人的啦。哇，你根本不把我看在眼里。没有，打球帽子的那个吗？你有看到我吗？我是第三十七排左边数来第六三个。有，是我是我，有是我是我，头发明显。没有，我们那一区都染这个。笑死！你那些染这个、欸，算是新区啊。你讲好了，银色头发在那边啊。对对对对。那演唱会还要归类颜色。对，归类颜色那边啊。对对对对。对啊，所以很明显，你看那一群。对啊，那一群就是这样。對對對對，请问我在第三十六个的第前面几个？你看，你要搞、哦，亮咪的勾没出来啊？这问我们鼓手啊。啊，鼓手他只看女的而已啦，对啊，他的那个一万人那边，哎、欸，女的，他都瞄准好了，是这样没错，对，他都瞄好。第三十八排第三边左边第三个，颜色都知道哦，对，颜色，粉红色衣服，嗯、对，橘色裤子，你要自己连裤子都看得到，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在后面看得比较清楚，比较高啦，比较高，这种骨都比较高，也是啊。好 ，OK， 那这段时间我们来玩一个快问快答的游戏、喔。好，你们想要玩残酷的，还是想要玩什么？残酷的还是温馨的版本？快问快答。好，就残酷了，决定了。看着未来的回答，对，完全不想跟你们回答。好，残酷好啦，残酷的。快问快答，来，码表帮我拿出来，手机用的码表。好。他们如果五秒内没有答出来，五秒太慢了，对不对？这很难、啊，快问快答应该是三个。好，你就五秒就按暂停，没有答出来的，没有答出来的，我派一个代表，啊，就你了，那你就蹲蹲了，敲头一下，好，敲锣，敲头，啊，你抓谁没有喊出来的？好 ，OK 好眼力，你就喊停，然后你就喊抓，好，好不好？快问快答，准备哦，准备哦，我连续抓谁？对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回答，每个人都要回答，直接喊出来。对，要直接喊举手，那喊出来。啊，直接喊还是举手啊？对，没有，我会问一个问题，例如说谁最爱看妹，你就一起比他，哦、用比的就好、哦。对，没有比出来就输了，哦、没有比出来就输了，哦、好不好 ？OK 吗？好，准备了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请问谁最不喜欢刷牙？关关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关关最慢的，关关比的最慢，关关最慢，对，他比的最下去最快、欸，怕了，为什么是关？没有啦，这个就是我是那这个，那谁知道？我没有知道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。有时候刷牙是你面对面讲话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哦，原来。对啊。哎、欸、啊，
哦，所以刚刚是关关嘴巴最臭是不是？各位观众没有啦，要去刷牙，突然不知道谁啊？对啊，所以你们都很有默契，都陷害关关。我觉得你看看我，刚刚是有个人喊了关关一声，是不是乔龟喊的？没有，乔龟喊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哦，所以是用笔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就会直觉的小对对对。你喊什么关关，然后大家都比他的，不然等下大家都比我就死了。哎、欸，那个，不要去，明天还是不要来打传说啊。刷完牙再去啊，帮我买牙刷。谢谢啊，帮我买牙刷。好，OK， 我帮你买牙刷。谢谢。早上起来刷刷牙。哎、欸，这个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不行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好了，好，第二题啊，准备开始哦。好，准备啊、哦。会紧张吗？会有一点。最想把谁踢出乐团？三二一，最慢是谁？谁最慢比的？他啊，他没比啊，因为他大家都比他，他没有比、啊。他最慢，我看他比卡龙，所以他的手慢慢举到他自己的。哇，大家都想要你出去、欸。没有啦，因为感情好嘛，他比较欺负、啊。对，我都是被霸凌的。對哇，八开了，八开了！我每天晚上要打给张老师，张老师好，下一题准备，第二，没有人想要听你讲。好，下一题有准备哦，一二三，谁长最丑？我。哎、欸，这题我已经决定什么都先打了。自己，这个比自己吧。然后刚刚说要找回来哦。Yeah, yeah, yeah. 我无论夸奖或者是污蔑，我都比你们先比着比着，然后不要动。我发现两票其实是主唱，因为他们要比自己。OK， 我接受，可以，可以，他都问完，这样我们就解团了，有可能会走心，对啊，问完心就解散了，我们就解团了，大家都单飞，单飞，对，单飞，团长签我，团长签我们，因为这也要单飞，他们不要的签我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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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怕他们走心，签我们，我们明年就跨年，就跨年演唱，签我们，签我们。下一题，下一题哦，很紧张，我觉得最后一题吧，这样蛮幽默，最后一题啊，最后一题，好，很紧张哦，嗯，先比着，就先比着，对，就先比着，先比着吧，你不要偷摸哦，好，最后一题啦，来问哦，谁最会在背后说团长坏话？三二一，是我。你讲明就要无头路啊，你。他会问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。因为我们是团长，没有啦，因为团长不要走心哦，团长不要走心哦，不要走心哦，中邪了，不要走心哦。卡罗，卡罗，凯罗，凯罗讲的对，凯罗讲，凯罗，可爱，他每一场都降1500的薪水，最大的入口，我帮你问出来了，那就要付500块，对对对，就只有1000。刚刚问事情嘛，啊，就是讲。啊！你们在干嘛？什么什么？来宾，等下他们说什么？没事，我们好了。他在闷闷，好了，第五题做结尾了哦。好，第五题一个一个问，一个一个问哦，没有回答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现场伏地挺身。哦，没有回答的哦，没有回答，现场伏地挺身10下哦，女生教护盾跳10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接受吗？好恐怖哦！啊，因为你们乐团一起嘛，共同啊。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从我嘛，好，不要从关关开始。要问什么的？好，我现在问你了哦。你慢一点、哦。请问康龟平常都说团长什么坏话？干嘛？没有说坏话。没有吗？可是你刚才比他哎、欸。啊，我说我现在没有任何一题我要比别人，我全部都比他。哦。Oh. 因为我现在反应有点慢。所以我就先比着放。团长也几个是较济啊？啊那他薪水是比较多。为什么？没有讲哦，这没有。阿爸换一题，换一题，你现在换一题。所以我们都不太会说团长的话啦。没有，团长对我们其实都很好。对对对，团长真的很照顾我们。不要让人家走心了。团长，你先离开门后面。回来啦！回来啦！这是真的，团长回来了。感谢团长给我们这样很好，很难得。因为像我们在学校上课，一定会骂老师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要拍节目，就会有人骂制作人。没有，
对啊，不要得罪，不要得罪。正常来说都会有一些正常的抒发啦，正常的抒发这样。对，开玩笑，不要认真，不要走心，我们大家不要走心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好好的聊天，开玩笑，说说玩笑话这样，好不好？听听歌之类的。对啊，是。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开心啊，就是我觉得看到一个就是难得很团结的一个团体，嗯，真的很团结啊。对啊，对，只是鼓手长得有点猥亵而已。是还蛮猥亵的啊，是还蛮猥亵，是不是？能在做天在看啊，对。凯罗在享受啊，凯罗在享受，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他。关他什么事？我可以把他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如果觉得凯罗很可爱的话，好不好？七一样，没有王子是不是？没有王子，没有王七波的日常好不好？留言七波，他有帮他，最后帮他做 IG 的粉专，你还要做粉专？对啊，因为他比他还受欢迎，真假的？他快比我红了，我现在很担心，他是有威胁。粉丝有多少？他有粉专呢，他粉丝有13个，十三个，十三个啊！你有几个？42个，四十二个。导演，好可爱，他总是多一个了啊！好，那我们用凯罗来 Q 最后一首歌了啊！好，那我们来带来子晨的最后一首歌曲，掌声欢迎。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睡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？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
到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梦有你而美。让我爱你是谁？是我。让你爱我是谁？是你。怎会有动人旋律环绕在我俩的身边？让我爱你是谁？是我。让你爱我是谁？是你。让我们的屋顶有美丽的邂逅。哎、欸，看凯罗会倒立耶，唱歌很辛苦啊，然后夹屁股会唱高音嘛，这样子。啊，不错不错。我想要飙高音，好准哦。飙了他的鲨鱼，再看看周云。凯罗真是史博老朋友。史博，史博是谁啊？我觉得这真的是他们的吉祥物啦。对，他眼睛这么突。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做一个他的布偶娃娃，下次表演出去就是猜拳输的那一个人就穿这一套表演。Oh my god！ 哇，这样不错的，不错的，不就长这样吗？啊，对呢，对呢，一模一样啊！真的越看越像，真的，好可怕，好像，超像，我真的在想，你长这样，你不会觉得难过吗？他不会，不是啊，是兄弟啊，一家亲啊。他只是把他当我为你，但是把他当家人。对啊，好啦 ，OK 啦。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找到凯罗？哦，凯罗吗？找凯罗，找凯罗，好，就先找我，就找凯罗。我们先找凯罗的粉丝专业。我们不是要找子成乐团吗？要啦，所以如果大家要找子成表演艺术团呢，就到我们的 FB， 然后打子成表演艺术团，紫色的紫，然后星辰的辰，就会找到了子成表演艺术团。OK，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觉得他们不错，然后他们默契很好。找他们去表演的话，对，里面有学生，然后也已经出社会的朋友们，那你想要要表演的话，就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来去搜寻子成表演艺术团，好吧？对的。OK 啦，今天谢谢你们来啊，也谢谢凯罗啦，凯罗。对，我想要飙高音，飙到大大。阿爸，凯罗很久没有帮他洗了。哎呀！没有了，没有，他一直都在，他一直都在洗澡，太差了。哎，他有洗衣服的。好啦，今天谢谢你们好不好？带来那么多精彩好歌，然后看到一个很欢乐的一个乐团，对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我想要飙高音，是史博的好朋友。好笑，什么喷水？屎不是一个屁屁都挂着屎的人。我是忘记讲抖内啊，一个娃娃。我是忘记讲抖内，抖内啊。下礼拜天继续收看的。哦，下礼拜天晚上七点半。对对，我是忘记讲抖内。对，顺便讲，顺便。好好，那我就从好。七点半。好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那如果有喜欢我们今天一连串我们的表演跟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记得在节目的右下方礼物可以帮我们就是做抖内哦。对，然后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每周日晚上七点半记得准时收看我们的学生天团风音乐。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